你再不从房租，你刚用上俺枪了，你别说了，即使坐飞机了，但也好上车了。上车坐了一站多一点，发现可能是随身带着一个包没拿上来，就是老太太就很着急，说提出来要下车。你手里多少钱？我说你还有钱吗？你再不从房租。你再不从房租，你刚用上俺枪。那大爷太心急了，拉开咱这个窗，直接跳下去了。当时那车在左拐车道，咱右侧呢还有四个行车道，车流量是很大的。零视频 APP 等你下载。